请进入圣堂，和我们共同聆听天主的圣道，准备领受洗礼。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跟你受洗，阿门。教堂的话，就是从1865年到1949年这边结束嘛。然后总共有这个就是17个外国传教士在这边工作过。我们天主教的话，就是从小孩是生下来8天以后，就是要给他洗礼，有些的话就是到了成人以后才给他洗礼。我们把这个哈达这个就也是当成自己这个就是最尊敬的这个就是一种祝福吧。那在教派里头，他也会接受这些。也会接受这一些。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我们有这个就是藏语，也有这个就是汉语部分。比如说我们早上晚上念的这个就是早晚课该念的经文及这些，有些是藏文的，有些是汉文的。比如说系统的翻译的藏文的那种圣经没有，所以就是读圣经的时候，就是有很多都是读汉文的这个圣经，然后就是用藏语来给他们解释。现在你们这个村里头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就比如说藏传佛教的教徒啊、教派？有的，不仅是这个村子里面，就是有一半是信仰藏传佛教的，但是我们这个天主教里面，就是一个家庭里面都信仰两种宗教的都有，有些是母亲家里面的母亲信仰藏传佛教，父亲信仰天主教，所以就是一个家庭里面两种宗教都有，这有好几个家庭，就是会有冲突吗？现在的话就是没什么冲突，人的话就是不像思想的话就也不像以前那种的就是保守那种啊，所以就是比较接纳彼此嘛。一来的话就是这个政策特别的好，宗教信仰自由。这样以后就是家里面就开始就是信仰这个就是宗教信仰自由了。我们家里的话就是到我这一代的话就是4代天主教了。刚开始的话就是比如说是很多人都是不接纳不接受，这样以后就是慢慢现在的话就是我们都是跟几个寺庙我们都是关系非常的融洽，而且是跟这几个僧个人关系也好，就是都处得非常的好。是藏族人，也有藏族的生活方式来敬拜我们自己所信仰的这个天主。